总之就是这样，慢慢慢慢的了解了什么是几个臭男生一起做音乐的感觉，慢慢的踏上了这条不归路。而这条不归路，我想说，我永远不回头。世界祈求永远，当月光送走今夜，我想要跃入海面，找寻起点，开始渴望改变。在刚开始组团的时候，我们曾经练唱过这首歌，当时就算是找到很多主唱来一起唱，也会发现这是一个自杀式的合唱，所以接下来我不会继续把它唱完。我找到这些传奇乐团中心中的传奇乐团，东方快车姚可杰。眼睛的泪水不会白流，痛苦和骄傲这一生都要拥有，眼睛的心灵还会颤抖，再大的风雨我和你也再度欢迎董事长阿吉、四分卫阿生、抓住郭喜、乱弹阿生，还有东方快车的姚可杰。摇滚的路上，我们继续，永远不回头。心灵还会散
是起点，爱是也可以。